这是 David Barnes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英国伦敦，2006年5月，唐诗300首卷一，四，感遇4首之4，张九龄。江南有丹菊，京东有绿林。起衣地气暖，自由岁寒心。可以见家客，奈何祖重身。运命为所欲，循环不可寻。徒言树桃李，此木岂无因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唐诗300首第4首，感遇4首之4，张九龄。江南有丹菊，京东有绿林。起地气暖，自由岁寒心。可以将家客，奈何祖重迁。运命为所欲，存款不可行。多言是错的，粗暴欺骗。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